早，各位，现在是8:30，要起来，带大家看一下外面。早，晨钟。有。早上看又是不一样的 feel 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早上这边看起来真的蛮漂亮的。我们等一下整理一下，就会准备出门。然后我们先煮个早餐。好，刚刚在弄早餐，我的 part 已经弄完了，煎猪肉，培根，生姜也在弄蛋。这样刚刚你叫我叫培根，你叫培根吗？哎，乌鸦。培根。哎，观众评评理，他妈是不是真的很像？女人还在睡觉吗？我来突袭检查。好，我不拍女人了，女人早上都在混。等我有赚钱再给你们。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白天看过来的风景。好，我们住在海拔差不多1200的地方，所以这个地方真的看起来真的非常高。然后这两个我们的帐篷。走过来这边，就是我们的洗涤区，然后这边就是可以自己搭帐篷的。拜拜，你们两个真的太可爱了。妹妹要跑掉，拜拜。我要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。OK， 那我们现在要去后里吗？东峰吗？好，我们要去东峰那边骑脚踏车，穿过很多帐篷。那刚刚是跟我们就是住在旁边的，他是蛮常来露营的两家人。我觉得其实我们这样录下来两次，第一次是住露营车，然后第二次是我们用人家搭好的帐篷，我觉得感觉还不错。下次就蛮想试试看我们自己搭帐篷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等，因为我们车停在一个很高的地方，我们会请老板帮我们开下来。那等一下上车的时候，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次住的一些心得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下山了。那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昨天住的露营营地。开始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说它叫秘境庄园，我们总共租两帐，那一帐是3000块 ，total 6000，可以睡8个人。没有问过就是旁边来自己搭帐篷露营的，他们租一个帐篷的位置的话是1200，费用大概是这样子，觉得蛮适合就是带一次出游来这边玩，然后环境也蛮好，空气品质好，然后老板也很 nice。昨天我们还意外得到了一套机。今天早上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车停在比较难移的地方，老板也都帮我们移下来，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还不错，蛮推荐给大家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到东峰铁马道那边去，等一下再大家来看一下 ，Go。好，那在下山的路上，我们其实会经过一个台电的发电站。小时候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去石门水库还是翡翠水库，在发电站旁边，它都有卖那个铁压冰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吃过。那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涨价，但其实十几块冰现在吃不到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带大家来看一下。
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要进来买冰棒，带大家看一下。那其实它有比较贵一点，介绍的时候比较便宜，但也就多个两三块，其实还 OK。OK， 那我就一次买三支。先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拿的是绿豆，我觉得应该跟我记忆中吃起来的味道是一样的。看跟我记忆中吃起来味道是一模一样。我总共买了三个口味，我自己最喜欢的是红豆跟绿豆，还有牛奶。那我觉得这三个口味都非常好吃，它其实口味蛮多，那大家来的话可以试试看。台电的水库旁边通常都会有。你觉得好吃吗？超棒，好吃哦。而且重点是它很便宜，对不对？那有涨价。对，之前9块一支，现在变12块了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再带大家去其他地方。那我们现在到这个叫田园租车，然后我们要来租脚踏车来骑。我目前可能会租这种两人的电动车，它算协力车这样子。那我们现在蛮累，因为昨天弄蛮晚没睡好，所以我们应该就是租电动的协力车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进入它的骑车道这边，然后它左边是往后里，右边是往东风火车站那边。我跟盛中骑协力车，我们骑电动协力车，我们比较。那我们等一下的过程再拍给大家看。它其实蛮稳的，对，它很轻，这脚踏车超轻的。我刚刚在控制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没有很好控制。那我们现在就要先去就是后里马场那边。沿途上你看到其实假日还蛮多人都在骑脚踏车的。我们要超车了，太慢了。他们真的骑太慢了，所以我们决定跟盛中先超车。来喽！你这样一路骑过来，其实不会说非常非常热。今天天气很好，差不多28度左右。可以看到沿路上其实都有树荫，所以我们在这里面骑的时候，其实感觉不会非常非常的热。前面就是铁桥那边了，过铁桥以后就会到隧道那边。那我们现在就骑骑停停的，因为其实沿途都有人在拍照，你可以看一下前面，堵了非常大一串。好，终于顺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准备进它的隧道了。到这边是有一个夫妻树的景点，所以我们现在等芝雅他们。你屁股疼吗？还好。哎，兄弟们在那里，我刚才看你们。我有钱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离开就是9号隧道。我们刚刚已经去后面，那间马场没有开，所以其实后面已经没什么东西。那我们现在是在回程的路上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是骑完脚踏车以后，我们要到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。那我们今天晚上住的地方是青旅，然后等一下也会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次住的青旅它长什么样子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到了我们住宿的地方，住的就是像这种的，刚刚跟大家讲的一样，它是一个一个床铺，然后的青年旅馆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去夜店。去夜店的过程我们就不拍了，再来可能我们就明天见，因为我们回来的时候今天也晚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